最近有人问前部长陈时中说打几分啊？他讲说防疫85分，疫苗采购90分啊。你认同这个数字吗？我是觉得自己来做评估，当然会不是那么客观。自己来做评估，对，就像你也不会为你自己打分数吧？是。那陈时中为自己打分数，打一个防疫85分，疫苗采购90分。第一时间我看到，我反问啊，我说是总分是10000分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好意思嘛，不知脸长，会把自己的分数疫苗采购说90分？去年国人多少人打不到疫苗？现在采购了500万剂高端疫苗，1/3要销毁，好意思说疫苗采购90分？好，谢谢沈议长。我想先针对你这个简报啊，今天很多委员有人讲说你的简报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啊，本席要给你肯定啊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啊。说实在话，该审计相关业务、该纠正、该检讨、该点出问题，就应该要点出问题。尤其是你里面有提到第六页，现在高端疫苗。截至2021年11月底，仅有纽西兰、伯琉、印尼跟贝里斯4个国家把高端疫苗放入疫苗认可清单啊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承认高端疫苗啊。现在去各国国家说什么打高端疫苗能够进出，那是骗人的啊，因为很多国家，包括欧盟国家，是根本不用看疫苗接种记录。并不是他打高端疫苗可以进去，而是他有没有打，打什么疫苗都可以进去哦。所以不要被偷渡概念啊，这一点是本席先讲，要给我们审计长这边的一个肯定。再来，薛部长，我请教一下，你刚刚有提到，就说今天上午有讲是说，最终有可能170万的高端疫苗有可能会销毁，对不对？所以是170，170万嘛，差不多嘛。那之前我们有委员有透过预算书，因为不能讲说高端到底多少钱，但是有透过预算书，大约是850块一剂，可能在这上下嘛。还是你们这边有讲过说我们平均购买单价850嘛，是不是？平均购买单价所应该不是850，但是那个是指所有的疫苗。对啊，就所有疫苗嘛。对。那高端可能比850高，也可能比850低嘛。因为你讲说合约是5年后才能公布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如果说是以850块一剂，170万剂，等于是12亿7000万要被销毁掉、浪费掉，12亿7000万。好，那再来啊，高端疫苗延展了多久时间？有3次的延展。3次的延展，所以延展了6个月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食药署那个署长，你要上来就上来了，不要打 pass 啦，因为等一下也要请教您。3次延展嘛，延长了半年嘛，延展了半年，还有170万剂要被销毁，1/3的比例。所以换言之，最近有人问前部长陈时中说打几分啊？他讲说防疫85分，疫苗采购90分啊。你认同这个数字吗？我是觉得自己来做评估，当然会不是那么客观的哈。自己来做评估，对，就像你也不会为你自己打分数吧？是。那陈时中为自己打分数，打一个防疫85分，疫苗采购90分。我第一时间我看到，我反问啊，我说是总分是10000分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好意思嘛，不知脸长，会把自己的分数疫苗采购说90分？去年国人多少人打不到疫苗？现在采购了500万剂高端疫苗，1/3要销毁，好意思说疫苗采购90分？那再者，我跟你请教啊，没关系，部长跟你请教。刚刚有委员询问到高端疫苗2期的这个人体实验，到底最终结果有没有给我们？一定要给的哈。对，一定要写，那还没有给我们，对不对？高端疫苗。2期人体施打2剂，什么时候施打完毕的？2剂应该是在……委员讲的是人体试验吗？人体试验，你注意哦。现在2期的人体试验的结果还没有给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他2期打2剂的实验是什么时候做完的？记得吗？这可能还要再回啊，不知道。
没有办法寄到这一个是卫福部的资料以及高端的资料，在去年的4月28号宣布已经打完3700名受试者已完成第二剂施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二剂施打完毕之后，才能把这些相关资料送我们做 EUA 的审议嘛。对。换言之，去年的4月28号已经打完2剂的施打。3700名的试验者施打了，结果到现在1年半过去了，人体二期人体实验的期末报告还没有给我们，1年半的时间呢、欸？因为他还是持续要做一些追。不是1年半的时间呢、欸，这样对吗？但是他当时人体试验的一个规划就是来再请教，我们高端是不是有开放做第三剂追加剂？有。好，高端疫苗有没有做第三？二期实验的第三剂追加剂，追加剂有吗？有做，有吗？这3700名受试者有去做第三剂追加剂的实验试验吗？哦，跟委员报告哈，这个是 ACIP 的委员会通过的了哈，那同意这有没有做？一句话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用他的所提供的资料来做这一个，所以高端疫苗只有做二期人体实验3700名的受试者，只有打2剂，没有打追加剂的实验，结果你们居然何许他们 EUA 让他可以变成是第三剂追加剂的施打疫苗其中之一，是草菅人命啊，把全民当成是白老鼠啊。那个跟我们报告哈，后面不是这些次世代疫苗 ，BNT 莫德纳，我们发核可 EUA BNT 莫德纳，他们是不是都有打追加剂的实验报告？有吗？啊？高端疫苗没有追加剂的实验报告，没有做追加剂的实验，结果我们的卫福部居然可以给他同意，也一起来打追加剂。你的立基点在哪里？ 这是 ACIP 的委员专家委员。你的立基点在哪里？不要讲专家，我的现在的重点在跟你讲的是说，现在你的专家凭什么？我们国人已经在质疑你高端疫苗没有做三期人体实验，结果你二期人体实验应该要在去年4月就已经做完2剂，结果你到现在1年半了，你报告还没出来。现在高端3700名的受试者还没有做追加剂第三剂的实验，换言之，你高端疫苗没有去做追加剂的人体实验，不管他是打 AZ 高端、BNT 高端、高端，你都没有做追加剂的人体实验，结果你们发给他，让他可以来打追加剂，是想消化疫苗，也不要消化成这样吧？应该也不是这样，草菅人命，没有拿。全民当白老鼠，始终的人没关系，因为你是始终的，所以说我跟你打什么你就打什么，党跟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也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这个还是我讲了这样子3分钟，你除了不是这个样子，你没有办法反驳我任何一句话，因为你们是专家，部长，我很实在话讲，过去我们也都了解，你是市长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很多的专业的问题来讨论。但问题现在状况是，当你当上部长之后，如果过去你没有办法了解的陈时中做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彻底调查厘清了解陈时中当时怎么样一手遮天，陈时中当时怎么样黑箱作业，陈时中当时怎么样瞒渡关山，你现在不用做了解吗？这个部分合约里面到底有没有弊案，黑心快筛有没有弊案，你当上部长2个月的时间了，该查了吧，该动了吧。跟委员报告哈，有没有弊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当然，如果有证据都看出来，所以本席今天才会利用这个第一次在这个会期，您当上部长之后质询台的时间，我跟您讨论，要不要回去问一下食药署，要不要回去问一下相关单位？高端当时追加第三剂连实验都没有，他们都没有做。结果我们到最后核给他，可以来哦，始终的人来打第三剂哦，这是不是这不是弊案吗？你的了解，本席会持续追。好，
你可以拿出资料来反驳我的话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要看到你刚刚自己也讲了，连二期的二剂实验都还没有完成，不要糊弄全国百姓。谢谢。已经打完了。